企劲辛苦身体搞掂埋，全部马匹准备妥当。第六场赛事3200米准备。一起步嘅时候，咁啊前面快嘅马咧，见到埋边有呢只甜蜜一角噶，咁啊中间咧就系姜饼人啦，出边太阳战士，最出就系山顶啊，红衫第五位啊惊雷啊，咁啊再跟住中档咧，仲见到齐歌唱啦、轰炸机啦、风华圣甲外边明星宝宝啊，后边嘅马匹有御将军、环保战士啊、尾二龙华太子，包尾嗰只就歌声飞扬嚟噶。好啦，过呢个800米段处啦，姜饼人同埋太阳战士一齐走啊，跟住第三位内栏甜蜜一角，中间红衫咧仲有惊雷啊，外边就系山顶噶。再後面白衫紅帽就齊歌唱，內欄位置咧就轟炸機啊！中後搭嘅馬匹有風華聖甲啦，出邊黃衫咧，咁啊仲有呢只咧就明星寶寶，後啲先有御將軍、環保戰士啊，響尾兩隻馬龍華太子同埋歌聲飛揚啊！入正最後直路啦，姜餅人紅眼就喺前面噶啦，見到中間有呢只咧就太陽戰士，山頂都開始逼上嚟啦，再跟住後邊咧仲有驚雷啊，兜到嚟最後200啦，見到山頂喺中檔出咗嚟先啊，但係埋邊姜餅人大步大步都仲有嘅，拋甩咗後邊啊，驚雷響第三位。再跟住第四位，仲有呢只轰炸机，最后100米山顶压住机呢只咧就姜饼人嚟跑，外边上嚟仲有惊雷，接近终点啦，山顶同埋惊雷要影相啊，埋边就姜饼人啊，咁啊结果咧呢只山顶就一路就系占先噶啦，咁啊但系咧顿后咗踏啊呢只惊雷，结果就一路狂追上嚟，睇嚟终点嗰步咧都逐步逐步上嚟影相啊，姜饼人第三，轰炸机第四。好睇好睇好睇，真係好睇好睇。嗱呢波到咧，應該山頂落翻去，4.1倍嘅山頂，喺度贏呢只驚雷姜餅人，最蝕係你啦，因為你行先嚇。咁啊，轟炸機跑翻我第四啊，而家歐曬，但我哋都提及到啦，四連環拖翻佢一票，啱啱好1.12.39。因為佢係冇一隻 key 啊嘛，嚇姜餅人就走得嚇。其實你三隻村民都係30蚊買啫嘛，如果三即係都係三隻飛啊。姜餅人啦，一路咁隊前咗，佢都知道點都要跟翻前。佢要過咗只驚雷先。係啊，如果唔係就難搞，係啦。咁其實呢度你話賣唔賣或者快唔快都唔到佢選擇啦，已經出咗嚟啦。甜蜜一角咧就初出有個內欄咧，啲馬特別嗰個新鮮感強啊，咁所以都幾快都可以進佔喺個第四位。山頂都有你冇你咯，同你都最緊要唔好韞我啦。好啦，龍華太子邊度咧？6.3黃帽而家仲係尾二啊。嗱，環保戰士就喺佢前面，咁你可以睇到呢只馬究竟有幾多能力嘅，因為你睇個環保戰士好多場，佢都係爆一段咧，好強嘅。係，但呢個龍華太子今日係第一次亮相，臨場咁緊張，追過埋你啊！最後爆起上嚟，佢都唔曳得過你只環保戰士啊！嗱，呢度山頂幾多位，但都一路騎住嘅啫，潘頓嘅姜餅人啊，打到生唔生死唔死噶啦。好，偉達掹條鞭出嚟，輕輕一鞭，驚雷已經狂勾噶啦。一邊啫喎，山頂。分段時間頭段14.17秒，第二段22.78秒，末段13.05秒，總時間1:10正，慢嘅標準時間2.0。